就在今晚，感受彼此心中温暖，能不能靠近我就在今晚，不要再让彼此遗憾。最近我午夜八号，熊出没两位使命并达，原声加上我志龙，准备出发。只有自己可以逼自己。9号，现在时间5:36，今天晚餐火锅汤。再来就是我们的主菜鸡排跟那个蒲鱼排，还有我们的番茄炒蛋跟炒油菜。等一下啊，一个锅巴都没有哦。现在5月10号7:41，好了，我们准备要下山了。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垃圾全部清理干净，厨余垃圾都带下山。5230。熊出没 ，Focus。现在走过来是我们的原声，说话叫做阿杜。完成建模是3天2夜，原声 ，Nice。